今天是2021年9月29日，是周深29岁的生日，大家翘首以盼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小编还是先要说一句，周深生日快乐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第一时间去告白周深呢？好的消息是，大家都应该知道了，周深将会一如既往的开直播。这正如小编自己想象的那样，周深与粉丝是双向的爱，周深渴望与深爱的粉丝们一起过生日，一起分享快乐，或者说周深期望与家人一起过生日，而爱他的粉丝们就像是家人一样，这样的场景也是最幸福和开心的。周深的生日直播将会在今晚7:29开始，这个时间表也是相当有爱了，内含了929这个数字，而直播的平台依旧是微博直播。面对自己的生日直播，周深应该不会有太大压力，而小编只希望今晚的直播不要太卡。话说周深的直播那真的是包罗万象，时而是一场在线的演唱会，时而又是一个大型的互怼现场，更有甚者，周深还把自己的生日直播变成了一场脱口秀节目。就因为周深的直播如此变幻莫测，所以深得大家的喜爱。小编还记得去年的生日直播，周深偏爱 SHE， 不知道今年会更中意谁的歌呢？另外，小编个人觉得今晚的直播一定绕不开的话题，可能就是周深立下的 flag 发行二专了吧？不知道周深会说些什么呢？期待一下吧。最后说一下周深的新歌《和光同春》吧，这首与音乐大师谭盾合作的歌曲果然是出手不凡。歌曲的 MV 宛如一部大片，搭配周深绝美的嗓音，真的是令人陶醉。这首歌曲又是一首只可传听很难传唱的歌曲，听过的人都知道周深拿捏得死死的，这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唱下来的，即便能唱下来也不一定能够唱准，能够唱准也不一定能够传神。周深在实力的道路上越来越与大家遥远了，但是歌曲的意境却离大家越来越近了。该歌曲一经发布就得到了央视、人民网、云南卫视等官媒的鼎力推荐，是一首难得的一首好歌。新歌听罢，好歌还要继续。今晚是周深一年一度的生日直播了，这仿佛已经成为了周深的一个固定节目，或者说是每年粉丝的专属福利。歌曲《和光同春》你听着如何呢？今晚7:29的生日直播，你想好要说什么了吗？欢迎留言评论，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，每日都有精彩更新。